上天下地，来，我们今天有分上半场、下半场，是有个原因的。因为呢，我们的主任呢，今天是不是第一天上任？然后呢，是第一个活动，是不是？我们主任来的第一个活动，我们主任就来参加。我们是不是先给我们主任先拍拍手？这还不是重点，参加算什么？对不对？来，我们主任过来，我们主任还要唱歌。现在来，主任你自己说要唱什么，对不对？这个强调啊，这个不列入这个比赛的。唱一首非常老、非常老的老歌。刚刚有一位评审老师说喜欢听老歌，是一首台语歌。各位在座有没有人会听台语？有。有哈。
我再唱一首。哪一首？哪一首？叫做叫做。叫做什么？不是。黄昏的故乡。你看，他现在整个头上太多歌了，太多歌了。九国一桥。哇塞！啊？好。看看如果这一首有，我再为各位唱一首，好不好？啊，没有我就下来了。哇塞，一定要有，好不好？路灯了解我的心意，我心意。哦。亚云，你会不会？有没有会的？那个有没有人会的？哎，来，林先生，哎，主任，那林先生来，有谁来？请。神拜跟我唱一首。那我。亚华的我的